有些人的手读着读着就不老实了。由于仍然有姐妹看不明白，所以出了这个并不浪漫的解读。这里是玩玩英英两个人的手。喜欢啊，喜欢。这里玩玩悄悄下移附在了英英手上。喜欢啊，是内心的活动。友友们玩鼻脸都要笑烂了，原因竟是。如果我会主动的对你勇敢的说。汤到了吗？英英露出的指头。这还看不明白，玩笔都要昏了呀。